来到希望之丘儿童游戏场，工程员忙着施工，工程去年开工，预定在今年二月完工，却遇上卫福部公告游具管理规范，市府为此变更游戏场最受注目的游戏塔，除了完工日往后延之外，工程经费也追加1000多万元。斜坡的部分大概是会是在这个部分地形的斜坡，那会顺着我们的地景，然后一直延伸到现在目前现在整平的这个平台，就是我们的那个整个游戏塔位网。关心游戏场工程进度，市议员张浩瀚邀集督发处公园管理科到场了解施工进度，针对游具检验作业，提醒市府要和检验单位先协调，避免发生像过去大三湾园区游乐场已经完工，却迟迟不能检验。在先前的前几个月的会勘过程当中，其实有说到预计在十月底的时候可以把所有的工程来做一个完成。那今天我们来到现场，跟工程的一个整体的时间似乎还有一些一个耽搁。那据我们现场实际上的了解，那现在这个工程预计在十二月底能够来完成。那其实在这边也特别要督促我们相关的一个单位，因为接下来将是基隆的一个雨季的一个季节哦，一定会势必会影响到整个工期的一个部分啊。针对于检验量能的一个部分哦，也感谢督发处把我们的一个构思纳入这样的一个想法里面哦，就是现在把检验厂商的部分，然后跟我们设计厂商能够结合在一起，那来降低未来我们在整个主体工程完成的之后检验的一个时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像我们之前的一个中正区的一个沙湾公园，就是为了等待检验厂商来做一个检验，光公园的这个验收就拖了半年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希望说，在这个工程在今年年底顺利完成了之后，明年在开启检验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加速的一个审理，那预计在明年的暑假，我们就这里把我们的一个中正公园儿童游戏场能够正式来向我们所有的国民来开放。我们是其实在设计端其实有请那个厂商检验的检验公司有先进来协同我们来进行设计检讨。那通常检验的流程会是等到整个施工完成的时候，它会针对整个场域的安全性跟整体性来做一个规范性的一个检查。检查完了以后，我们会这边会商请厂商尽量在三个月之内提供相关的检验报告给我们，那我们这样就能如期的来开放，对外来开放来使用。目前这项工程亲子厕所已经完成，游戏塔基地已经整平，三层小屋架设中，而挑战游戏区仍在施作，预计今年底就能完工。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